盐烤秋刀鱼的做法，秋刀鱼含有丰富的营养，对人体极为有益，更是治疗高血压的良物。北海道虽然苦寒，却有许多长寿老人。可为佐证，秋刀鱼的脂肪虽然肥厚，却属于良性胆固醇，并不会使人过度肥胖。女士也尽可放开无妨。有一种说法叫做，秋刀鱼一上市，按摩师就失业了。可怜的按摩师竟然败给一条秋刀鱼。双引号，秋刀鱼适量，魔芋块适量，盐适量，柠檬汁适量。一将秋刀鱼洗净，二伸手一杵。虽说秋刀鱼的内脏下酒，风味绝妙，但我还是觉得腥，所以去掉料内脏。三撒上少许盐，它本身也有咸味，所以盐汁要一点点。两面烤到金黄就可以料。四磨芋块也撒料些许盐，在锅里烤料一下。五吃的时候挤些柠檬汁上去，即可去掉些腥味，又可提升鱼的鲜味。